这不是爸爸吗？原来这真的是爸爸。我辛苦赚钱供你读书，哎，你倒好，天天玩游戏机，你对得起我吗？哎，你看你这作业，你这作业做完了没有？喜欢学习，小浩，学习功课可不能耽误了。耶！老师好。看你一本正经的，你会吹吗？对啊，吹来看看呀。怎么不会？校庆的演出曲目，让我们带领乐团新成员一起努力练习吧。